各位同心，今晚开始上课，大家请坐。各位同心，今晚开始上课，大家请坐。好，咱即马继续课程啦吼。迄、哦那个要开始的台生吼，工商服务节啦吼。即、哦、本即个《新台湾论》敢有买啊？即本《新台湾论》吼，就是所有咱秘书长伊研究国际法律的即个论述的资料伫内底。啊，即、這个物件呢，咱来读个熟，读个熟，你看其他的文件。甲即个新闻啊，也是讲即摆国际之间，因咧讲啥物话，咱都要去判断。嘿，才会对啊！而且咱阁知影讲，因讲迄话是废话，还是伊讲迄话是实的？吼、哦，这新台湾论啊，啊，新台湾论吼，拄开始可能看会看较无，但是不要紧，看字看无看红啊，后壁，伊这后壁吼。后壁这有一个日本人，因为咱的台湾论吼画这个漫画，吼画这漫画，漫画毋是迄、那个，毋是迄台北迄个漫画，吼漫画，吼，哦，画这个漫画啦，哦这个漫画啊，你先看漫画，他在讲这个法理，哦，结束。那英文较来的啦吼，英文能力比较好一点的，你可以要研究的话，这个台湾最终地位这本书里面吼，这本册内底有一挂机密档案，美国给我们的机密档案啦。啊，秘书长这个组的那个228人律师团去美国哦，去美国各美国的那些律师团一些那个诉状。拢伫内底，诉状啊、辩论书啦、啊、啥物资料伫内底，哦，啊，会当去研究一本，研究这一本啊，哦，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节的啦，哈、哦，解读的要单。第一，我们要自我超越，自我超越啦。安怎自我超越？来，咱来看案例五。我们看案例五啊。In your office or at home. 这是 probably our best illusion yet, and it's up for sale on the website now. 哦。好，这影片呢？这影片咧看的时阵吼，你镜头呐咧叮当，伊的面就对你看。镜头转动的时候，那个人脸就跟着你看，有没有？可是当他超越、超过他可视的角度，超过你看得到的角度的时阵，你来看，哦，你来看了这个真相啊，哦，你来看真相。好，这影片进来。这是一种视觉的错觉啦，错觉啦，哦，视觉的错觉。要甲咱讲啥？脱离受限制的角度啦，咱脱离受限制的角度来看代志啊。因为咱若伫迄个角度内底，无甲超过，我们永远看到的是一个面对我们的人脸，我们以为它是凸出来的，哦，凸起来。当我们超过的时候，我们才看清楚，原来我们看到的东西是凹进去的。那一页，超过他怎样伊原来的本相啊，本相是啥物事？所以跳脱受限制的角度啦、啊。今天大家来到家，来到这里，你们已经跳跃了，已经超越了一个受限制的角度，叫做中华民国等于台湾的角度啦、啊。我们超越了。才知道中华民国不是台湾的，所以你要有充分的资讯啊。今天哪无亲人朋友跟你讲，有一个台湾民政府，你敢有这些资讯？你永远在中华民国的架构内看世界啊，对不对？
如果没有充分的资讯，你不知道什么叫炼狱台湾啊，不知道什么叫炼狱啊。来，政治炼狱台湾的亲像安尼啊，咱拢伫这个迷宫内底走来走去，走不出来。炼狱里面有轮回啊，你知？有轮回，炼狱的轮回啊。啊，咱拢活伫这个炼狱的轮回内底，啊，不自知。所以，无人讲啊，唔知啊，咱伫炼狱内底啊。啊，那我甲大家举例，什么叫炼狱？来，政策议题。政策议题啊，媒体炒作啊，开始舞哦，开始报24点钟、36点钟，一直报，报几礼拜、几个月，一直甲你报。啊，怪，激起民怨，抗议游行，吼、哦，啊，过来政治解套，啊，过来政治收割，选举啦，啊，搁倒转来政策议题，咱就伫只军架带动。30年、20年未出去，就是伫只滚架，在这边，这边轮回一直在这边里面转来转去。政策议题：洪仲丘军队虐死案。媒体炒作：哦，洪仲丘他是一个孝顺的孩子，哦，他是被领养的。啊，安怎安怎安怎？炒作哦，足可怜的。啊，台湾人足有同情心的嘛。哦，不公不义的这滚啊，乌啊。哇！大家有这边的开始运用，我往较早班长安怎样啊？开始讲这個，哦，啊，开始结起来啊，网络开始串联，50万人，这白山军50万人游行，哦，啊，伊呢一天的呢不要紧，一天的就是嘉年华啦，啊，的走啊嘛，啊的来政治收割，政治安怎收割？看啥物人徛伫迄个。家属一边，所以迄个时阵抗议游行的时阵，那民进党里底话动算啊的迄种电，哎呦，为拢要政治收割，你也看政治人物啊，穿迄个背心啊啦，写第几号啊，啥物名的哦，迄拢是要去政治收割的啦，啊，举旗啊出去，迄拢要政治收割的啦，表示讲，这场我徛伫人民伫遮，所以人民爱支持我，才做议员，才做代表，我才会当为人民谋福利。这个政治收割啊，啊，搁看好较清楚啦，来，学运就是反服贸的迄个政策议题嘛，反服贸媒体炒作有无？哦，哎，这几个那个学运的代表啊，他的家庭背景是怎样啊？哦，媒体炒作，啊，过来搁有什么黑道的出来啊啦，啊，什么开始报新闻，啊，抗议游行，50万人的高潮。高潮之后就变低潮，政治解套，到尾啊，上面人出来解套，王金平啦，出来解套嘛，哎，伊若无解套吼，哎，年底就歹算啦，年底啥物选举？啊，来这个政治收割，看啥物人伫迄场内底有占到一些光圈呢，有占到一些媒体版面呢，伊就会当收割啊，啊，搁倒转来。这叫做政治炼狱。流氓体制内底，你若控奸吼，你嘛是伫咧炼狱内底啦。咱就伫体制内嘛。来，第二个药单啦吼，请不要先入为主啊。我看了一个影生一个囝，还叫先入为主啦。吼，我们看一下案例六。好，再放一次，我们把前面那一个画面暂停。好，暂停。这都起来，一开始的时候，咱就是，哎，这么一个沙发，沙发就是我们想的人坐的沙发嘛，对不对？哎，有两个杯子，啊，他手上有拿一个球变大，啊，这边有一幅图画，底墙上，好不好？先入为主啊，
咱一开始，咱可是所看的物件，所看的任何东西，都是我们的印象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谁知道，原来它是小沙发，它是大杯子，小图画。好，来，这个影片关掉。按你六被感恩公上面回，去除旧思考的认知方式啦，就不要先入为主嘛，卖看到你就讲啊，爱的是安怎，啊的的就放他过了，就让他走了，进入我们的思考里面，判断一下那个是什么东西，那去除那个旧的思考方式，过去咱看选举，啊选举就是安尼嘛，就是爱顶动菜嘛，就是爱放炮嘛，来。炼狱就是认同参与流亡的体制啦，任何流亡政府的体制就是活在炼狱当中啊。选举，频繁的选举，那不急的算，四年算一遍，三年算一遍，几年拢爱在遐算啊，对总统一直算到里长往来算。分钱式的选举，敢有捌听过？选一票啊，选去选了一票。提五十块、三十块，敢有听过这种讲法？有吼？建古伫倒位？还是你听人讲的？拢听人讲的嘛吼？啊，无咧查？我报纸我看你，我摕建古啦。吼，咱即摆参与民政府，咱咪听人讲，毋通听人讲，咱来去找建古。因为一定有建股，迄、那个讲法一定有一个建股，啊，就一个依据。来，选举的时阵拢甲你讲嘛，选前是神圣的一票，对不对？哦，拜托，你新鲜的一票，新鲜的专家票，造势晚会，佮甲你归类都有票，干净的啦。选后就可以从你口袋拿钞票。我较早拢唔知啊，来民政府佮知影讲，哈，选一个。选举了啊，对到底下提进去啊，你都唔知道。来，选罢法第43条，你甲记起来。你咧讲讲的时阵，你都有依据。第43条，来，我甲原文调出来了哈，这是较细里看无啦。来，一票30块啦，全国不分区局、侨局上面选举哦，安怎，然后得票数1/3以上，安怎啊，每票补贴新台币30元。就是这个候选人他得的几票乘以30块，就是他可以补助的钱呐、啊。啊，要当选呐、啊，啊也有不当选的，但是他的比例要超过多少？哦，来建东票啊，一票50块的加。来，国民立法委员选举政党得票率达5%以上，应补贴每年每票10块。每年哦，啊，一年几年，啊，乘以50，啊，一个每人伊立法委员迄个人一日伊若得几票，就乘以30，啊，看偌侪钱，啊，所以大家爱来选举啦，选举较会趁钱，莫怪我过去大学一个老师甲我讲，你若要爱趁钱，你爱去参与政治，我终于了解。原来是这样，不要参加流亡政府的选举啦，你所投的每一票，无论投哪一个颜色，无论得一栋哦，你都是在支持已在台湾的合法性。你若选举的时候，他都会公布一个投票总全体投票率达几成以上嘛？哦，我的投票率达这次投票率总全体投票率。8%几、7%几安尼，爱想要公布这個，伊甲全世界讲啊，全世界跟全世界讲，台湾人还在支持我这个政府存在，因为他们热衷参与我的选举制度，他们的民意支持我啦，无论反对或赞成，这一群投票数的投票率那么高，都是因为他们愿意我在这里。管你们，这叫做政治人格。
今仔日咱的选举就亲像安尼啊，我们的选举就是这样。他在这边发表他的政见，这一个平台就是那个选举的制度。站在这边，无论是支持或抗议的人，好，无论你是支持啊抗议，你徛愈侪人，伊徛愈在啊。愈侪人抗议，伊嘛徛愈在啊。哎，你这政，你这个制度就是安尼啊。啊，有人走，你看有人转身离开了。啊，如果全部的人都离开了，他就摔死了，伊就摔死啊。这个、制度就无存在啊，所以大家拢卖去参加。啊，大家会惊嘛？啊！那去有胖胖去免喏，规晚胖胖去免喏，是不是？啊，今麦已经胖胖去啊，敢不是？啊，你搞安怎？咱嘛无安怎啊？惊迄种统一，咱拢用吓惊啊！选举的时阵安定牌哦，阿强来甲你拍哦。那用吓惊人民来达到伊的这个利益，还是伊的立场？用恐吓的方式。达到他的个人的或者是他的政党的利益，那个就是有问题的，他那个话就是有问题的，用恐吓的方式啊，你也不要强福帽吼，台湾经济的崩盘。请问福帽什么人去签的？敢知？卖讲福帽啦，艾克华啦，唔是啦，艾克华上签的。艾克华是海基会甲海协会两个财团法人去签的啦，你若去看文件，迄跟台湾拢无关系啦。哎，底下媒体甲你恐吓啦，绑架台湾人的情感啊，讲哦，你台湾人哎，他咧反对这個，其实吼，外国嘛讲奇怪，你台湾人咧反对这個，迄是因两个集团，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甲中华民国的政府，因这两个政府因和谈啊，因家己私底下去签一挂经贸架构的法令，因为以后因要通，因要做贸易，爱有一挂法令，爱因去签这個，甲咱台湾人啥物关系？甲咱台湾人一点啊关系都无啦！啊，咱咧反啥物货？大家咧问讲，你咧反服贸？咱台湾的经济安怎？迄拢是因为你情感被他绑架。咱今仔日来甲中华民国甲台湾切割开，你得看有这个新闻啊！来，我们需要的是理性分析啊。下面这影片吼，请你分析里面的事件的真与假。我们看一下案例七。
魔女凯莉的哈，这个影片。请问大家哈，这影片是真的，请举手。哦，啊是假的，请举手。你感觉是假的，假的啦。哦，好好，多数人讲假啊。我问第二个问题啦哈，迄个人会浮起来，伊手伸出去，倒来走出去，啊，吱一声，迄图会落来，册落来。这三件事是真的请举手。哦好。啊是假的请举手，假的，你感觉假的？好黑啦。真的啦。欸，真的啦。来，那个有七之一吗？这个影片会让你解答啦。你看这人浮开好不好？你看伊的超能力。哦，你也浮开浮开，你看。你看伊的超能力哦。哦，伊把车动落来，你看，把车动落来。哦，你甲用起来，你看。好，哦，你看伊超能力。哦。好，点开，点开。好。他拄啊，迄三项，你若认为是假的，啊，这个。真的啦，我讲真的现象，就是讲吼，我讲我头拄仔唔是有甲大家讲，分析你看见事件的真与假，事件用理性分析，不是用情感判断。事件事件真的，迄个面人会浮起来，手伸出去，刀也走出去，挨一声刀会落来，物件摔落来，是因为伊设机关，迄是一个事件，迄真实发生的。任何人去到现场，你若要迄个遥控，倒下嘛会走出去。你去搞起来，我去搞起来，拢会浮起来。那卖过崩啦，吼、哦！啊，吱一声会落来，迄毋是因为吱一声的关系，是因为遐后壁有机关。唯一假的，就是迄个人伊的表演。迄、那个查某囡仔伊手安尼伸出去，是配合后壁有一个团队，啊，甲迄个人甲伊浮起来，互你感觉迄个人有超能力，迄、那个部分是假的。第二个影片嘛是同款。因为你的认知内底，你已经知影电梯啊，电梯的机械嘛，啊，迄个人浮开嘛是机械啊，是毋是？迄、那个停车，迄个炸，迄嘛是机械啊，迄拢是机械，拢是真实的现象，拢是真的。假的部分是因为咱的情感伫内底讲讲哦，啊，迄个人，迄无可能，迄个人就会浮开，迄个部分是假的啦。所以任何人，我头拄仔迄个咖啡厅的影片，我来互你看吼，那卖互你看头前伊在设机关，任何人你也伫迄个咖啡厅。你拢会讲一句英文叫做 "Oh my God"， 对不对？你看到你咪错一条啊！而且迄个影片有一个，咱讲递增效应呐、啊，吼、哦，有一个递增效应。第一次浮起来你就吓一跳了，第二次桌子移开你吓了第二跳，第三次他一尖叫那个很刺激，第三跳你就相信哦，那个女的有超能力哦，全世界的超人拢伫美国纽约啦。是不是？吼、哦，蜘蛛人、超人，还是什么蝙蝠侠，拢伫美国纽约嘛？吼、哦，所以这影片要甲咱讲啥？别受表象的欺骗，表象的背后有真相啊！我们看的任何事情都是表象居多啦。啊，表象后面有真相，我们看不见啊，因为我们没有充分的资讯啊。那他都要讲一下，现在原则都用得上啊。表象后面有真相。来，第四点，我们要拒绝媒体的洗脑，哦，拒绝媒体的洗脑。我们看一下案例吧。
注意看哈，这是一个扑克牌魔术，他在把扑克牌的背后的颜色全部变更过了。但是重点不是要让大家看扑克牌魔术，而是看观察整片影片到底发生什么事情。Now Sarah could have selected any card at all from the deck, but she selected the card which is now face down on the table. And what I'm going to ask her to do is show us which card she selected. Right, so the card that I chose was in fact the Three of Diamonds. The Three of Diamonds, okay, excellent choice. That card goes back into the deck. Now I'm just going to spread the cards face up on the table. Give a little click of the fingers.And you'll see that Sarah's card here has now got a blue back. Not particularly surprising. What's slightly more surprising is all of the other cards have got red backs. And that is the amazing colour-changing card trick. 好，暂停，暂停一下。伊这英文讲吼，伊这不只是变了这个颜色的魔术啦，啊，不只是变了这个。扑克牌的颜色的魔术啦，哦啊，大家刚好看到柜几个柜亭中间，什么东西颜色被换掉了？衫裤，有人讲背景，刚刚有桌顶的物件，还有吗？我们继续看下去哈，影片继续看下去。他说整个影片里面哦，有四个地方哈。颜色被换掉了，好，两个人的衫啊，甲桌巾背景，一开始是安尼呢？大家敢有发现？伊讲吼，伊用一个较快的这个角度的画面来看这个影片，哦，他带咱看的是这第一机哦，第一机的摄影机，咱即马用侧拍的角度看这个影片。你看一下。I'm just going to spread the cards in front of Sarah and ask her to push any card towards the camera. Right, okay, let's see. I'm going to go for this card here. Okay. Now, Sarah could have selected any card at all from the deck, but she selected the card which is now face down on the table. What I'm going to ask her to do is to push the card she selected.啊！这个镜头搁歪过来遮，啊，所以这边头规副拢歪过，啊，所以你看袂到伊卡。伊即卖镜头落来，镜头即卖伫即个扑克牌身的焦点上面，哦，拢伫扑克牌遮。第一支镜头啦，哈，第一支镜头拢伫遮，啊，别头啊。五鬼搬运呢，偷天换日。这影片禁掉。这个影片跟咱讲一个事实啦，哦，跟咱讲一个事实啦。所有媒体拢跟你讲一个物件，叫做焦点，以及它有一个作用，转移焦点。所有媒体哦，所以我讲拒绝媒体的洗脑的先呢，我帮大家分析一下什么叫焦点。扑克牌的是焦点，就是媒体要你看的，媒体要你看的物件，起乎你的资讯。没有充分资讯，你不了解这个政治炼狱台湾，你不没有办法自我超越。可是你已经被制约了，我们大家都被制约。那资讯吼，大家好，你看好，你看啊，你得习惯成为那种思想的人。扑克牌的是焦点了，媒体的焦点就是这个啊。你看起来啊，报偌久报到爆炸，往先去。当然不是讲带囡仔去看，安尼唔对啦。只是讲媒体无必要伫这个面代志顶面直播啦。来，24天啊，这报24天，一天拢24点钟咧报，阁有 live， 网络嘛有，有无？所以一个物件啦，一直咧报，媒体一直咧报的时阵，你也知影，迄开始咧洗脑，爱家己小可有警觉性啊。来，这样。台湾警方啊，防范随机杀人效益扩散。你看这个台北捷运台南的时阵，开始新闻就一直报啊，倒位啊，台南啦，啊，什么人个因为差了什么，
奇怪，平常时拢无要杀人，拢积伫一个月咧杀人。伊要制造恐慌啊！即最近啊，最近新闻足夯诶，吼、哦，啥物人内旋啊，啥物人要做迄、那个啊？来背后咧变化诶事件哦，即，敢知影？大家敢知影即新闻？足少人知啊！美国甲菲律宾达成新的防务合作协议。啊，因有军援呢，中俄军事合作，敢知？有个人知，有个人唔知啊。你看，因个开记者会，吼、哦，啊，这应该知吧？排中，唔是排华，哦，越南排中 ，China， 哦 ，get out， 啊，咱只嘛爱 China get out， 咱台湾呢留落来，啊 ，China get out， 来。北韩有开炮，大家敢知？新闻，做在国际新闻，咱拢用暗砍掉的，咱唔知规个亚洲即卖诶局势，整个局势快速的转变当中啊。啊，这美国吼，美国讲啊，以法律解决亚洲领土的争端啊，用法律来解决亚洲领土的争端。来，美国讲用法律解决，用什么法？什么法？唔是美国宪法呢，是国际法呢。啊，解决领土亚洲领土争端，亚洲领土有争端的有哪些？台湾嘛，钓鱼台嘛，哦，南海嘛，是不是？啊，美国是哪样？哪样来讲？因为美国在主导啊，美国在主导、啊、整个国际局势啊，伊要重返亚洲嘛，哦，来，请问大家，咱的祖国是对国？日本。够人祖国中国的有无？有的人讲伊祖国中国啊，确实真正有人啊，有的人的爸爸一边是中国来啊，还是妈妈一边中国来的。啊，那爸爸是你要承认爸爸，啊妈妈是就无承认妈妈吗？大家知影我的问题重点在倒位无？咱若用血缘啊，是 DNA 在认定祖国吼，没有办法认定的。我的爸爸如果是美国人。啊，妈妈日本人啊，请问我祖国哪一国？啊，你讲祖啊，祖的是父啊，从爸爸那边啊，所以爸爸美国人，所以我的祖父就是美国人啊。啊，祖父是美国人啊，祖母周妈就不是美国人啊，他是日本人啊。为什么你只承认爸爸不承认妈妈呢？用血缘再分这个祖籍，不那个国籍是没有办法区隔的啦，只有法律文件啦。我跟大家唤起一些记忆啦。什么叫祖国？很简单的定义，阿祖的国啦，你我阿祖的国啦，哦，啊，你我的阿祖的国大概就是那个时代嘛，它是有一个制度的国家啦。来，那有新疆新闻讲的，请举手。哦，好，黑啦，啊，有看过这张吧？你呢？是华人拢有一个什么交河大战什么会嘛？啊，这就是法律文件，就是这啊。中国来1945年以后来，拢无这种物件。干那咱的阿祖迄个时代，大日本帝国敢建立的这个体制文件，才有这个东西啊，是不是？1988年哈，托纳尼诺托托罗龙猫，日本人做了一个动画，我从里面截取了一些照片，非常。令人惊艳的一件事情，来，这个叫壁串呐、啊，就是吼、哦，插出啊过去的日本诶木构造建筑上梁的时候、哦，它会放上去的，是一个类似让储体吼、哦、安全啊是平安的一个仪式啊，哦，这个是壁串。那来看高雄一挂木构造的老建筑，你只要上去看有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它上面上梁的时候会放这个壁串哈、哦。来，过去哦，较睁开无自来水的拢，哦大水嘛。啊，有看到这无？这个是什么东西？水蛤蟆？蚌埠啊？哦，
做者讲法嘛。啊，伊这种古式的哦，旧式的，伊的水爱位顶头，伊去打水了，迄桶水爱倒落，啊，伊较有力，甲抽起来安尼，啊，日日也抽起来。哎，啊，这个是日本人他们的记忆呢？那为什么我们也有？祖国啊！这是我网络找到的啦，咱今麦阁有啦，吼、哦，今阁有较正确的所在啦，吼、哦，较少。啊，这烫树啦，古早的烫树拢做大卡，咱两个人撞顶开，咱搬嘛，吼、哦，后尾爱大家看下，看下这来，有看下这钳仔无？较早的烫树拢这种钳仔，啊，这种烫树差不多拢掀落去的，吼、哦，都是块木的啊，啊，块木从哪里来？我们的中央山脉嘛，过去有搭过网岛无？啊，不是拢四块钱灯啊，来暗时啊拢去挂，啊，透早起来个网岛搁爱记记的，吼、哦，蚊帐要折一折，然后再收好，啊，过去困这啊，通铺啊，吼、哦，啊是大人较要应该困较软的，就困榻榻米，有没有？这嘛，哎、啊，看吼、哦，这空城嘛。会较过会当放一个生啥物鸡啊啦，是浸酒啦，会较烫熟，拢爱放这种物件嘛，是不是？有没有？好来，这个蚊帐里面，大家是铺了一张棉被，然后枕头，然后再盖一个棉被。冬天的时候，寒人的时阵，啊，透早起来会冷嘛，啊，衫裤先放边啊，啊，内底换换的，有无？好来，这啥物货？有人讲 T 背，有人讲卡达车，千万唔通讲空明车吼，迄、哦那个是中国洗脑过的，甲变空明车。卡达车吼、哦，啊，较早吼，我阿公你甲我载啊，吼、哦，我阿公载我嘛，啊坐后面，哎、啊，卡好颠无，拢有驾照无，吼、哦，有迄经验嘛，啊，有迄经验，举手一下我看麦，哦，较济哦。哦，这种四十以上的啦，嘿，好来，较早无囡仔车呢，囡仔要骑大人的车吼，脚爱软过，安尼搭咧，啊，较会行好无？嘿，无够悬啊，啊，未晓动，佫跳落来，好吧？过去就是这种东西啊。过去囡仔胖起，规砖头出来吹啦，对不对？过去就是这样子、啊，这就是阿祖的国啊。我们以前的大日本时代的民风淳朴的文化就是这样子。当人讲 Where are you from 的时阵，是咧问啥物货？你对倒位来嘛？问得出国籍吗 ？Where are you from？ 那高雄的讲 ，I from 高雄。他问不出国籍啦，你是什么人？问得出国籍吗？问不出国籍啦。当人咧讲你是什么人的时候，都是情感上的认同啊。我今嘛住新竹，可是我小时候出生在高雄，长在高雄，我认为我是高雄人，即使我在新竹也住了很久了，那都是情感认同啊。我讲我台积人，就是讲我台积电的员工啊，情感上的认同嘛。我台大人，我是台大毕业，这样子是情感上的认同嘛，不是文件上的啦，不是法律上的啦。所以通常你咧问你什么人的时阵，拢是情感上的认同啊。我家己人、高雄人、台南人安尼。所以这两个问题其实。最终目的其实是要问的是国籍啊，要问国籍才有意义啊，法律上的文件啊，中国人就是中国籍的人，有懂意吗？所以中国人就是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证或护照，就是拿这个啊，他们有身份证呢，他们若要公民啊，他们不用选举，所以不用公民，你的 KJ 吗？啊，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份证或护照也是中国人啊，对不对？难道拿这些人拿这些的会是日本人吗？
还是拿这些是为中国人吗？连那个越南嫁来台湾的，也要赶快，无论是真结婚、假结婚，也要赶快拿一个身份证取得这个你的国籍啊。可是法律判决，美国诶发的判决让没有国籍，我会多啊。伊本来越南有国籍呢，啊，结果爱放弃国籍来加摕无国籍的国籍。这真的是台湾制造出来最荒谬的一种事情了。可是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没有人知道？没有来上过课啊，也不知道什么叫国际法理啊。啊，有护照啊，都会用得啊，出国嘛会用得啊，会用得无唔对啦。啊，嘛有未用得的所在啊，敢毋是？对，客制啊。什么是台湾人？倒转来问，什么是台湾人？什么人的概念是在表达情感的认同啦？台湾民政府在讲的台湾人是法理上的台湾人，法理上的台湾人就是有证件、有法律的文件来证明的。法理上的台湾人就是指1945年的9月7日之前，原日本的国籍以及台湾人的后代啦。迄个时阵，伫即块岛屿顶管的台湾人，你原本有的是日本国籍，大日本国籍，以及这一群人的后代的我们啊，这个叫做法理的台湾人。所以你爱去办这张来证明你是台湾人。所以唔通阁真感性讲，我出世伫遮，啉遮的水，食遮的米，伫遮大汉，讲台湾话，我就是台湾人，无嘟嘟啦。哦，无拄到，所以台湾民政府要甲咱带回来历史的原点。你我都是历史的见证人。今仔日的伫遮，咱拢爱负一个责任，就是唤醒咱的亲人朋友。这是咱伫遮上课了，带有一个责任。本土台湾人赶紧醒过来，帮咱你我的亲人朋友赶紧醒过来。独独国际的法律，会让予咱走出台湾的活路。今仔日演讲到这，多谢。各位同心下课休困，我外口当用餐呐。然后请各位同心注意，12:40的时候要在前面的大门拍集合拍团体照，谢谢。各位同心请注意一下。